这样是开了吗？开始开了过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celyn。OK， 那么今天为什么开场白是我呢？就是因为呢，其实前阵子有看到很多粉丝有在我们的那个照片下面留言，就想要看我们挑战这个24小时不理男友还是女友，所以哈，我就先抢先来恶整 Benny。那么呢，现在他是在楼上跟他的朋友谈这 plan， 让我们看看他会有怎么样的反应。OK， 这样子呢，今天是我第一次拍影片，如果哦有什么拍不好的地方，就请大家多多包涵。嗨，
哇！哇！这个是相机噻，你要拍什么？啊？你要拍你不要理我啊？啊？哦，相机放在这边，你以为我看不到咩？你当我没有拍过这些咩？啊？然后还要拿这个东西顶着，还要拿这个。Bardos 顶着啊，啊 ，Hello， 那 Bardos 啊，要找买 Bardos 的朋友们可以找 Josephine 大姐，啊，要买 Bomba 的朋友们可以找 Josephine 大姐，对对对对啊，可以帮助你淀粉啊，什么都可以，哎，啊，原来他在拍这个二十四小时不理我，很多人网友在讲的哦。原本我要拍的哦，然后你先拍啊，阿伟，嗨，嗨，哎，你可以理我吗？我拿这个电来电你，啊，我电了你，你就要讲话了啊，三，二。哟，他藏相机藏到这样子，我这样子一看就看到啦。哎呀，这样你是不是失败了？啊？喂，理我哎 ，Hello。停一下，停一下。热。哎呦，我说你说你说你，哎呦，不要开玩笑，不要开玩笑。啊，给，我，嘿，相机藏在那边，我当然看到啦。哦，你现在又要做那种不要理我的东西啊，老梗来的嘞喂。理我嘞？啊啊啊！够了吗？你够了吗？够了吗？各位观众，如果你的谁啊，男朋友啊，啊，你的女朋友要拍这种啊，如果他不理你的话，你会怎样？啊，可以在上面 comment 给我知道吗？他们拍这样啊？你怎么会想到这个 idea 的啊？啊？喂，可以理我一下吗？可以理我一下吗？理我一下！不要啊 ！Hello，Hello， 不要理我是不是 ？OK， 你们看着来。生气哦，嗯，哎呦，哦，够力，让我打个几中枪啊，五中枪。喂，来，哎呦，
鼓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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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抬回去，通嘛通嘛，啊，勾力哦，各位观众你们应该有看到他刚刚勾，这样勾勾一下勾力哦，可以理我了嘞，可以理我了，可以理我了，你怎么你怎么要拍这个？傻了，哈，傻傻了啊！来来来，你来，我放这边，放这个位置。哎，你要坐坐坐坐坐，坐坐坐坐。来，这么你要拍这个？觉得我好像在虐待自己。痛吗？应该有点。你是谁？啊，你男朋友啊？谁？啊、男朋友啊？这么我在这边。哎，这么你要拍这个？没有啊，因为我怕你先拍。我就先拍掉了。哇，先领先哦哈！刚刚看到了吗？刚刚你们刚刚看到了吗？有事情不要乱拍。啊，你看结果后果就是这样子的。啊，痛吗？痛吗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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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样都好拍呀、啊！啊 ，OK 啦，所以你喜欢我什么样的影片呢？哦，是你的是吗？我的。哦，如果你喜欢他什么样的影片呢？记得。按 like 分享订阅，还有、打开你的小铃铛啦，还有不要忘记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Benny 冲虚位，还有 Jocelyn underscore sy， 对啊、所以来你做 ending 啊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去，哎，讲好来嘞影片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尴尬吗？好了，所以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所以我得空，哎，你讲，你得空再出。所以我得空再出影片。拜拜。